王太太，麻烦请你描述一下昨天晚上王世聪先生遇害的所有细节。王太太，我服了。杀心这点，移魂也魂。王氏集团创办人王世聪先生凌晨在家中遭到杀害。根据这份遗嘱，继承第一顺位是李燕。说那间屋子里还有别人，除了李燕之外。还有第二个继承人，为他做到这样，知道吗？他就是被你害死的。他有最强烈的杀人动机和最完整的杀人手法，而你只需要把杀人的开关打开。那是未来，他也会为我做一样事。事情不是那么